这个船昨天在右侧，今天在左侧，正好挡住了我拍后那边。哎，哎，我刚朋友传一张照片给我，什么？他说十二星座这辈子到老能够有多少存款？肯，我猜肯定金牛最有钱。妈呀，是吗？无限，果然金牛就是会攒钱啊。因为处女，哎，各位有没有金牛座的朋友？因为狮子座最吃苦耐劳啊。我是金牛座无限，狮子座有两亿。那我呢？那处女座呢？我呢？处女座，也还好，50万。too bad。我是白羊座，我是白羊座，佩佩，我不是。我看一下白羊座，白羊座就是母羊嘛。嗯。更惨，30万。是吗？你敢都拿去买器材啊？差不多，还要买衣服。大小是白羊座，不是，但是呢，还有一个最惨的，什么？妈呀！天秤座，没有了吗？都划掉了。名媛，都划。好吧。农场。但我觉得很合理，而且我最多的朋友都是天秤的。那你现在身上有多少钱？零元。我有微信支付，微信支付里面还有一点，不是真的真的真的。然后天蝎座比我好一点，3万。天蝎座，托尼老师，你好，我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哦，我好的朋友，我好的朋友呢，天秤的超多的，然后天蝎，然后呢，还有谁？处女座的。朋友也不少，可群老师开始聊星座，双鱼座的，还有双鱼座的，这边四个就两个处女座，突然聊星座，等一下，各位，你看哦，四个里面双鱼只有3000，天秤零元，天蝎3万，我们加起来也才33000。好，这就是我的人生的。那我们的团队构架好像都是愿意花钱哎。都是没有钱的，都是没有钱的。小新说的比较好，小新说愿意花钱，就是你没有钱花，好吧？就是穷。那我跟阿林哥是钱最多的。反正你们大佬都没有存款的，很惨啊！我没有50，我没有50。那我不是有50万吗？我不是有50万吗？那你们算我最有钱，以后就靠你们了，好吧？我们多存一点啊！各位，你们都什么星座啊？对啊，你们什么星座？我告诉你，下辈子投胎不要做天秤座，好吧？